我觉得我们要停在这里。Oh my god！下雨，所以其实是你带赛。对，是我带赛，第一次来就下雨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通常浪最好就是早上跟晚上嘛。谁来了？看看都是谁来了？谁来了？那个一来体验好，一来就下雨，感觉怎么样？闪电，雨神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应该在雨中滑，走吧。Go！ 这是我的板。感觉怎么样？有喜欢吗？有喜欢玩吗？欸、我突然想起，我之前在澳洲的时候，好像有一小阵子，我那时候去一个餐厅上班，然后我就从 Cairns 的市中心，然后就踩滑板去上班。真的、哦？真的。可是好像只有一周而已，很小哎、欸，就是大概可能做这样。小鱼板是不是？小鱼板应该是吧？但是有人放在 share house 里面的。所以轮子很短呢、欸，所以你有玩过对？那个就比较那轮子很软，然后轮子比较大颗。对，轮子比较大颗，比较大颗比较软。然后我滑个两三天之后觉得好害怕，我骑脚踏车好了，觉得很可怕。还是对，雨这么大，看看谁来了，看一看都是谁来啦。怎么雨这么大还跑来？啊，可惜。为什么我难得也输赢？下雨下这么大。讨厌！有啊，有雨啊，可是雨超大的。真的是有越来越大的区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都要转进去了，高点下，对了，我是怕雷而已，我比较怕那个，我比较怕就是那个，不要看那个，现在那个天气然后气流吃不倒，这样很恐怖。哎，拜托！